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我等个日出又黄昏，爱你哪里敢想？无人听声，无人问，心头乱乱滚滚。我等个时用咱父亲的爱情的身躯顶，搁对心难卡来手来，金文赛决定要亲手收拾无愿意去淘汰的王宅，也好住心切的五老爷，偷偷将王宅死在个坑里个做梦内底，靠地气跟我斗，可以当得到可怕的力量。王宅唔能够怕上了金文赛，搁将心难分撇个高气。我要做新郎啊！我要做新郎啊！不行的，我一定要赶紧出去。这是什么声？这是哪位啊？我哪会来到这？救命！哦，又够惨呢。干么人？喂，你这查某人哦，未感觉家己话到这大声，这惨呢？你是谁啊？你哪会也在这？啊，这是哪位啊？你敢袂使带我回去？周新兰，你唔免关门啊！我甲你分配乖点，发的奖是有用意的。你放心啦，我袂伤害你啦。你真紧就会使走，我走哦。嘿，你去哪位啊？嘿，你带我回去啦！我的肚子来这里也要了，哎，讲到这个金龙太君，你们这么久也不好来死，真的是，哎，你想要创啥？哎呀，我无想要创啥啦，金龙太君。啊！你讲要借这会当交人分配的迄个宝贝海里，我嘛借你啊，对无？你总算吼爱请我一顿啊好食的，你讲对无？哦，好食啊！来，这给你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吃，这就给你吃。啊，这对啊。今嘛我要去出任务啊，但是无甲代志办好，会和王母娘娘讲尻川的。你紧吃啦，一直到我要甲你摕海里啊，你才甲伊吐落啊。这，紧吃。哦，好啦。我跟你讲哦，郑姐，我去跟伊杀过来，伊就发挥你上恐怖的模样。上恐怖的模样。知无？知啦。安尼才乖，我来去啊。上恐怖！但我生做安尼有灵有角，生做这样高追着，讲上恐怖。大哥，除了找到王宅代尸体所在以外，你敢还阁有其他办法会当找到新人的话？你敢有听过传说中的宝贝海嘞？对啊，我哪袂记得啊？假使讲若是会当找到这个海嘞，就会当马上找到新版的画面啊！师傅啊，咱是要去倒位找迄款物件？我讲过啊，
迄只是一个团算，要找到伊，恐惊爱有记的。啊！那恁新人唔得无救啊！你谁讲？我偏偏就知影这宝贝海雷也伫倒。我竟然看袂出这个囡仔真心，恐惊来历不凡。哎，囡仔屁讲话才臭屁哦！你敢真正知影阮讲的宝贝海雷伫倒？阿贤，卖对人不敬。哦。只有小兄弟，你敢真正知影这个宝贝伫倒位？当然知影，若是唔知影，我来遮找你创啥？啊，不过吼，迄宝贝有心想咧顾啊，我就惊恁到时哦，有性命入去，无性命出来啊，啊，就看恁要去也是不爱去啊。为着生人，搁较危险，我嘛爱去。桃花，你留在遮。袂用咧，你伤过危险嘛，我一定要跟你去。小兄弟，请你坐落。好啊，走我行。等一下就有好戏通好看，对啊，啊，搁有一个请站，我就甲伊带过去。进去。嘿嘿。哦，我为着完成任务，实在足打拼，今仔。我就和王仔闻到新奶味，去找新奶啦！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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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新奶，我是牛三辈的来呀！新奶，新奶到多位呀？这什么味呀？你搞我骗！进来，进来。宝贝海雷就伫咧遮附近哦，大家较注意，新手随时会出现。什么人？你给我动诶！洪仔，是你？我来四楼叫你逃出去啊！你四楼是我？什么样呢？你这个新人会不会搞出来呢？新人是给洪兵，那我们死啊！你再想不看信息吧哈？你有被告吗？你们闹得我很辛苦逼。你意思是讲，你这么拍是新来的八配哦？哪里新来的分配呢？新来的分配呢？你新来？嘿嘿，有好意通我看。新来。好啊啦。这个草我困中道，够吵的，真正是。妖怪！原来是想想，你拢在叫咩？这么多人哦，阿你我会当好好吃一顿吗？我死你！豆啊，豆啊！这个草木真正够歹吃啊！竟然把桃花吃掉！你是谁真狗？我要帮你抓！啊！财务，你别冲锋了，你打呀！傻卡娘，跟我小弟，吹死！啊！连财务拢跟我加起啊！俗语讲，滚头财务小怕，无叫无来。金龙太祖是干那要看你面脸，想做根本还金湾晒个桃花呢。哎，小龙跟我加气啊！别乱，别乱！因两个乖做伙。任务总算完成一半。在什么所在？桃花，你给我伫遮。桃花，你倒位啊？桃花，桃花。
托你紧起来，桃花，托你紧清醒，桃花，桃花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还不会再亲手要对我人是我。你替我当这件事要做啥啦？你真招光的，你招光的。我以前对你遐尼歹，你一直跟我斗相共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放不下家己的自尊心，要甲你说多些。桃花，你敢知影？我就介意你的，啊！不过连我家己嘛是到今嘛，我才了解，讲的人是我，是我。桃花，桃花，你真行啊！你干嘛安怎？你都会不爽快无？啊？无。警官，你拄只讲的话，我拢听着啊。想袂到，迄拢是你的心内话。桃花，警官，阿姐。阿姐，感谢你，我是心兰，你来救我。心兰，心兰，你到位。阿姐，阿姐，我是心兰，我的魂魄在海梁内底。海梁在遐。心兰，你跟我在内底。是啊，阿姐。你给我出去！心兰，你放心，阿姐一定想办法放你出去。其实我无想要吃人，这人肉咸咸哦，实在够臭。兄弟，你到位啊？你快出来啦！哎呦，我甲大细声是要创啥？你赶快传来吃。你以后帮我对伊对吧？哈，像讲的，当初是因要来的，我有甲你警告过啊。啊，这件代志家己处理啊，我走。喂！旺财，你听我讲吼，即摆干剩你甲我，咱只要会当甲宝贝海里找出来，无得甲心内阿哥，你敢愿意甲我联手，甲伊拍倒哈？我要救心兰，我跟你做伙去。好，喂，我警告你哦，你想要紧甲我师傅哦，搁偷阿仔吐出来，啊若无，我袂放你煞。我若无想要吐出来，安怎？你好跑，逃跑啊啊！阿仔。爽啊！这久无人安尼要求啊，拄好，找到恁这两个免钱的，继续继续，对，站起来，你竟敢还来告出来？你这死鬼！公仔，来，都给我放开啊！你警官，你到底在创啥？哪样呢？我拄则有报挂，圣主这个所在是城门，我得卡，来那位家出去。
大华，紧给我弄好掉，无得噶，咱火都出去啦。三五，三五，三五，我得去。三五，我真想做你死人嘞。阿星，紧给星兰出来，咱紧来走。好。你们去倒位？别搞我！你点啦？你们两太岁吧？你们两太岁？你们太岁？你们？你们太岁？都叫我代志拢个办好势，妥当啊！阿廖赞，赞赞啊！我今晚就帮新兰出来。新兰，阿星，今晚都想给新兰的婚票回去伊的肉体。哎呦，师傅，你甲桃花师唔是嘛互相喜爱？啊，既然安尼吼，恁就紧申请啊！啊，了后是唔是嘛宣传？我甲心动。哎，你点点啦！恁的婚书哦，即马无要办啦。先办我甲桃花师才阁讲。卖个了无唔对哦。哎呀，俗语讲一拖也二拍死，有啥有事做夫妻？金元帅甲桃花一面考验，敢讲已经圆满啊！恁的婚书哦，今麦无要办啦。新办我甲桃花帅才阁讲，卖给他无唔对哦。阿姐，桃花帅有喜临哦。送您一个礼物啦，旺财！旺财啊，拄只真多谢你甲我斗相共，啊不过吼，我嘛是赶快爱甲你拍。分太祖以后，你若是唔肯乖乖做一个好鬼哦，我就让你分分必杀。好啦，我知啦，请你原谅我，以后我唔敢。这位小兄弟，只个真足多谢你斗相共。金元，你免跟我说多谢啦，你以前跟我是好兄弟的，虽然因为你落凡间，袂记以前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分太祖还是无放袂记，来帮你斗相共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原来我过去嘛是一个神灵？对啊，嘛是你，桃花伊嘛是蟠桃园的神女。当初就是因为你伫个冤家，才会予王母娘娘派来到这，一直到这件代志对恁的考验。今晚你才讲出你的心内话啊！多谢太祖神传。今仔日恁两个会当嫁人礼，以后伫个龙凤宫一定要甘心替人办代志。这就是王母娘娘交代予恁的任务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甲金元两个人就是龙凤宫的宫主？对啊。啊，王母娘娘有礼物要送予恁的。你看，这就是王母娘娘要送予恁的礼物啊。你要好好收起来，以后一定会到。嗯。多谢母娘，多谢金龙太子。分太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，我会行。啊，对啊，我海里爱用我呢。啊，请太祖稍等。太祖。咦？好。对啊。母牛送咱这粒仙桃，唔知是啥物意思。嗯，也毋过，既然我母牛已经讲这以后无路用啊，咱就该收起来啊。你要惊死人哦！老大，你去投胎啊？啊无吼，阮师傅是甲你拍昏鬼鬼神，这边哦，唔是甲你讲假。好啊，好啊，我。
走就是啊。心兰，我想要对你讲最后一句话，希望你会当我幸福快乐。哎，这王仔就一定爱魂飞魄散，伊才会死心啦。我王仔啊，魂飞魄散啊！金元啊，金元，桃花桃花，我王仔叫恁害甲凄惨落魄，要甲心兰斗阵的心愿，我都达成。哼，恁成亲迄一天，我一定亲身将这个大礼送去恁家。阿姐，真正是无用算啊！阿姐，所以来，我来无用，你甲桃花赛分数啊！是啊，桃花赛啊，是，即摆哦，还叫苏明。阿姐，金元虽是答应要看桃花运气，可是伊的心肝内是想要将桃花给压落底。这是影响因夫妻以后的好关系。元老仙，你可有办法通我解决这个问题？金元这好胜心，若是母无好，啊，冤家就变亲家，这要如何是好啊？事到如今，只好过来拜托王母娘娘咯。金龙太子。有啥物吩咐？金元与桃花的婚事，凡有夫妻，母来命你，都爱促成因这段的良缘啦。遵命。俗语讲，好是亲家，歹是冤家。虽然是俗世人缘，但是却坎坎坷坷的。金元生个桃花是要咱修成正果，你那成个金龙太子，敢有法度完成看你面的任务呢？明仔在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。王母娘娘赐婚。